加拿大有好多理想嘅攀冰地点，有啲比较容易抵达，有啲就要攀山涉水先去到。对于无论系攀冰初学者，抑或有经验嘅攀冰爱好者嚟讲，入边系天然山势嘅垂直结冰面，锻炼攀爬技巧，入边当系远足咁，直此欣赏冬日冰封雪盖嘅大自然美景，都系一大享受。请收睇星期三下午6:45，琴晚上10:20，《时代》杂志嘅报道。